对，还有我们今天，包括我们今天黄色小鸭鸭可爱的小朋友们，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河川守护队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要多多参与这个保育河川的工作。接下来呢，两位这个我们的大使呢，是不是也有带来了？好，两个可爱的小鸭鸭，是不是？对，来，两只可爱的小鸭鸭，好，好。哎，这两只可爱的小鸭鸭上面呢，都有我们的两位大使签名是吗？我是有写一些祝福的话。哦，我的签名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在鸭上。在哪里？为什么签在鸭上？你要签在另外一个地方呢？我有彩绘。哦。在彩绘，然后我也有做一些跟。对，我们都有一些那个配饰。你很棒，你直接把我们黄色的小鸭鸭踩成金色，对不对？还有，铜金没得丢啊。紫色，哎，那会不会认不出来啊？当然不会啊，好像不会，对，是不是？你看，好，哇，好，哇，耶，好。好，这两个，哎，这是黄色小鸭鸭，是不是可以到哪里可以这个竞标到？对，因为，我跟俊腾嘛，很难得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荣幸，可以作为一个世界一个地球日的一个大使嘛，所以今天我们的小鸭鸭，写了一些祝福的话，还有包括俊腾，做了这么多的彩绘，然后我们会拿来义卖，来让一些有爱心的一些朋友们能够多多参与这个竞标的活动。对，那这个有没有日期时间点？日期就在4月19号，也就是今天晚间12点开始就可以上奇博雅库，去来竞标的。非常好。为什么我跟你讲话好像问案一样啊？我都在测量你到底。我想一下，是对不对？4月19号，对，凌晨12点开始，12点，好，开始，然后这个在雅虎奇摩，对，去竞标就有了。好，那我们要请现场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以及我们粉丝，好不好？今天十二点就马上去竞标 ，OK？ 好，这个非常感谢两位了啊。但是接下来，好，我们这个除了这两位大使非常爱心之外呢，我们 Q 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响应这个环保的不遗余力，这一次呢还特别赞助了我们台北市独木舟发展协会基隆河环保白皮书的计划经费。好，就在我们这个两位大使的见证之下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总裁 Amy， 欢迎你来上台，以及我们的这个李元志。是方文，又名方文山，两位呢，我们有捐赠仪式，欢迎。好，白皮书，好，来，我来帮你拿，这两位大使可以站在，站在两边嘛，好，好不好？对，你看看是不是？哎呀，你看看，帅哥配美女配文山。好，掌声鼓励，太棒了！是李市长，要跟就是我们要想要了解一下哦。啊，谢谢。好，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白皮书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提供这一份这个白皮书的话哈，不只是让学者，我们更是要让一般民众哈来了解哈我们河川的这些包括过去、现在跟未来了。过去的话就过去的历史，现在的这个现况啊。跟未来的一些期待啦，那包含了河川上面种种，比如说生物的多样性啊，等等的一些研究。那更希望啊，就是透过这个白皮书呢，未来能够结合哈，让民众们都可以透过，比如说像是我想说是谁独木舟这类的活动呢，多多来亲近我们的河川。好，我们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太能够吸引到民众哈来亲近到我们的河川。那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比较新鲜的这个运动啊，带领更多的朋友们哈来实际接近我们的河川，了解我们的河川。透过这个了解你就会喜欢，透过喜
有了喜欢之后呢，我就会想要去保护，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白皮肤，白皮肤的目的。哦，了解了解，哎，不错不错，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合川的精神哦，我们都要做到才行。那接下来我们要替基隆哥写一首歌。是我的任务了。说不定啊，就可以叫文山写一首歌，可以推广我们基隆河，响应一下我们河川的环保精神，对不对？好，非常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环游世界、爱地球的宣誓。好，我们在这边呢，请两位大使及我们理事长，哎，谢谢理事长哦，恭喜你，恭喜你，得到了我们这个赞助，谢谢理事长。在这边两位大使留步，那我们呢，另外呢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市长、署长以及局长、总裁以及 Philip 一起上台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环游世界、爱地球的宣誓活动。好，宣誓典礼要开始了，有请，哎。好，我们的位置麻烦，好，局长麻烦在这儿呢。好，市长麻烦，中间的位置有请。好，我们这个局长，局长的位置以及署长的位置。好，靖腾，好，以及仔仔，然后接下来是我们 Amy 以及 Philip。所以麻烦在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这个永安国小的童军团要上台嘞，跟我们大家一起做这个宣誓的这个活动啦。好，来小朋友，好可爱，来，大家手上呢都会拿了一只黄色的小鸭鸭，象征着我们环保的精神，保护河川，利用水资源。好，欢迎小朋友啊。来，哇，好可爱，好可爱，多注意。好，等一下呢，仪式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就要跟着我一起举起右手，一句一句的念出啊 ，repeat after me 就对了，好不好？我们先请萧敬腾示范。我要爱护艺人阿 Ken， 我要爱护艺人阿 Ken， 非常好。OK， 很好很好，玩笑不能开太多。好，准备好了没？哎，好，哎 ，OK， 好，位置调整一下哦。好，哦，好，来，站在旁边。好，把位置调整好。哎，你不站了，你就走了。你也站。好，大家到底来哈、哦？好，怎么样？来，大哥们，好 ，OK。第一排，好，来，小妹妹，来，我们来跟阿Ken哥哥一样，这样子蹲哈、哦，来，这样蹲下来，乖，好，非常好 ，OK 吗，大哥们 ？OK， 好，哎，那个是跟妈妈说对不起的时候才这样子，平常一般是这样子。哎，好，棒 ，OK， Here we go， 马上开始。邀请我们所有的贵宾跟我一句一句念，举起你们的右手，麻烦啦，麻烦你们。是的，举起你们的右手。好的，首先，我要爱护我们的河川，我要爱护我们的河川，爱护我们的地球，爱护我们的地球。我要时时刻刻做环保，我要时时刻刻做环保，让地球和人类万物一起永续生存，让地球和人类万物一起永续生存。超正常，超正常，不能因为这句比较长你就混了。就你一个啦，让地球和人类万物一起永续生存，让地球和人类万物一起永续生存。看到没有，我们市长在旁边还帮你提词啊，太棒了，市长太厉害了。好，接下来下一句，让小鸭可以一直在美丽的河川上遨游，让小鸭可以在美丽的河川上遨游。太迷茫了。最后一句最重要的，环游世界，爱地球。环游世界，爱地球。掌声鼓励，小朋友跳起来耶喽，好棒哦！来，互相击掌啊！
玩游世界爱地球，再讲一次，是不是？小朋友们，耶，对不对？好，来喽，来喽，来，小朋友，我们再一次哦，哈，玩游世界爱地球，大家就一起跳的，耶，好不好？来，来，好，怎么样？卡住太麻烦，来，好，一二三，玩游世界爱地球，耶，掌声鼓励，好。谢谢谢谢所有可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 Q 杯黄色小鸭独木舟赛，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呢，好，到我们的这个独木舟划船区准备，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们，好，接下来比赛要开始咯，谢谢多虾多虾，谢谢长官，哎，是市长市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开始打完，是对对对，我们常常录影的时候碰到。哎，我干嘛拿麦克风讲这些？